这期带来天赋的三个疑问都是关于科学之轮的。首先是充能站能不能给幻想机加油，要知道科学之轮的加油站是给载具充能加油的，只要把载具开进加油站就可以自动加满油。看有粉丝留言问我幻想机行不行，来吧，好不容易找到一辆，给你们看看行不行。当幻想机进入加油站后提示充能，油箱的油开始增加，看来答案是可以的，不过我不太建议开幻想机过来啊。我这里没啥太过暴力，充能中的幻想机已经开不动了。哎呀，然后是开局能不能落在赛道上，在空中狗分，这要是可以站稳的话，我感觉到时候很多人都会到空中狗分。很明显答案是不行的，经过赛道后人物直接穿过去了。最后一个疑问，三四个小鸡一起治疗玩家，能不能瞬间回满健康值？来看看结果，这速度确实快啊，几乎是瞬间回满的，所以到了真实服应该会血了吧，你们觉得呢？小子牛逼。